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，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由于四面都与意大利接壤，故称国中国。该国的领土面积只有0.44平方公里，比中国的一个镇还小，确切的来说是比中国的村落都还小。梵蒂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现仅有32名女人、540名男人，其中有306名外交官、86人组成的军队、31名平民。就是这样一个国家，领土面积全世界最小，人口世界最少，影响力却有着和中美俄一样的地位。这是因为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，以教皇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，是世界1/6人口的信仰中心。另外，这个国家也会是全世界人均财富最高的一个国家了。梵蒂冈无自然资源，无工农业，经济主要依靠在国内外投资和不动产出租、教徒的捐款。虽然这个国家很小，但是梵蒂冈却有着数百亿美元的资产，每个人平均下来有8000多万美元。不过梵蒂冈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实力也非常的强大，拥有很广阔的领土。这个时期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将与包括拉丁、翁布里亚、马尔凯，向北囊括了拉文纳、费拉拉、波伦亚，直抵罗马涅地区。在南方，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2块飞地，即贝内文托和彭托。